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，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。其实我已经当了个全职的妈妈18年了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我的生活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。我觉得经典就是大概它能够经得起岁月的一些淬炼吧，然后我觉得它在整个的那个时间啊时空当中，它可以存留下来，然后它可以隽永，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经典的意义吧。有一些选手，他们可能在挑歌的时候，我觉得最好是能够比较适合自己的年龄层，会比较好一点。从此离分不再有温存，谁能爱你比我深？感情不能两头分。